我今天没有在现场看大家的表演，但是我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是一直在观看大家的比赛。虽然没有现场的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，但是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精彩，所以特别期待接下来在公演当中看到大家的表演。那这次我的身份呢，其实是也不是老师，是一个这个 哔哩哔哩 的特长进行官。因为这个说唱是专业型交给专业的人做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就是一直看大家，瞅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的表演。然后呢，每一次我会在公演当中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我为大家也带来的第一场大公演的一个信息，就是在接下来的演出当中呢，将会与 B 站 UP 主进行合作的表演。然后在这个在当中呢，我会有一个 B 站赋予我的一个非常小但是还算特别的权利，所以我们就下一次的大公演再见，大家加油。谢谢。OK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来来来，分享你们所获得的音乐财富。